叫 Apple， 然后我的武林八年，将近九年，工作就是职业舞者。我 style 就是很喜欢把我自己的能量传达给所有人，什么样的心情跳出来的舞会长得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跳舞可能是表达我自己内心想说的话吧。有一年，萱萱突然跟我说，我要把你带起来。小 P 隔天就跟我说，你来培训一下当厨师，因为这边的 locking 的文化就比较少，可是竟然有前辈愿意提拔你，所以对我来说很难忘。如果当时没有跳舞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是电竞选手。跳舞是改变我的人生的。我近期的计划的话，到处去比赛，让更多人看到我，看到这个地方，哦，原来也有不错的拉客。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跳舞方式，然后去钻研它，坚持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加油。Getting real hot, my song seduce them. I flow, I'm so mysterious. Nas and Nasty's the alias. Everything platinum, I glow. Cadillac trucks pulling up to the dough. On top, out the car, lounge at the bar. We spin a thousand.